钱嘛，我都含嘛家境，实在哦对恁足歹势。也毋过吼，这门亲事，我一定要跟。七大爷，想要讲讲今仔日哦，代志会变成甲安尼啦。啊，你叫我请应哦，安尼敢袂叫我伤过早？大家吼，拢是有头有面的人啦，代志变甲安尼灰扣扣，这款代志若传出去，拢知影，实在有影的，闹亏闹有当。这我知啊，也无安尼啦，这种代志哦，大家来做一段路啦。啊，我吼一定会好好哦，对你有一个交代啦，好无？阿母啊，莫讲啊，人根本就无想要嫁我，我咧共姜皮闹意思咧。哇，这件代志哦，煞煞去，来等。免咧生气啊！实在哦，今仔日这个代志哦，让我足失望的啦。这个代志讲起来哦，有甲安尼啊，对恁亲家哦，实在足无面子的呢。连阮李家吼，若传出去哦，看我对伊亲家无赞哦，是要安怎交代啦？是啊，姊啊，莫气啦。总讲一句啊，这件代志是我唔对，我会负责将村口找回来啦。是啦，是啦，我当然敢唔甲你挂保证啦。嗯。除去迄个嫁妆以外哦，我嫁三家的这土地啦，好啊，无稀罕啦，当心感冒，无卡错啦，行，咱来等，哎，无了，姐啊，姐啊，好，是在要提示我嘞，迄款囝你安怎嫁的啦？哦。